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域解说。这一关对面是四阶的，麻烦了。不适合排队伍的话，那我多来几个这种可以抵挡的状态，抵挡的东西。哦，有，他们好像会有恐龙。会有恐龙，那我中这一个就好了。那一些恐龙很麻烦。希望能够保护得了你。直接吃下来，没错，再吃，种植更多的金蚕，这是金蚕菇吗？小心地面在颤动！哎呦喂，直接被铲扁了！吃不下，这关他不能吃，不能吃它，那麻烦。那我想想办法。等级不够啊，疼死我了。对面的植物太，这对面僵尸达到了四阶，这有毛病啊！如果是海盗港湾也不会升阶太快了。你直接这样，你这太不可理喻了。这恐龙踩得我好痛！
又来。那看来只能用猕猴桃了，不然没得玩。先回去吧。哇哦，那个又对这个免疫。没有那个，太麻烦了。这暂时所用的这些打不过。过关能过关，就是小推车没有了。还要这关只能算是用小推车过关的，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没有几个新的。